将死之人，也配问本座的名讳？一会儿睁大你的眼睛，给本座好好看清楚，本座是不是那种混在你们仙界这帮废物拿着美其名说的跪地求饶之人？本座的人也敢动？本座是月尊，注定要颠覆三界，重振苍岩海。你怎么敢坐在本座的位置上？从现在起，你是我的。小花妖，你以为本座拿你没办法吗？你消失了一个少女，就是为了去接招露水？是。你闹这么一出，就是为了带我来看日出啊？这古兰是本座心脉写作，本座投桃报李，把它送给你。这时候你救我？我说过，你的命是有我在，谁都上不了。谁敢阻拦本座，本座便荡平水面，杀光所有人，把他给我放下。凭你，别敢拦本座的。对本座而言，这三界没人比你这小花妖更加专业。一瞬间紧紧拥抱，护着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凋谢的花。就算把你真身放进成千上万颗一模一样的兰花草，本座也能一下子找到。想的、念的、关于你的，都是昨天。